塞那种就是比较情趣的，你知道有狐狸尾巴什么的，连塞那个你有用过？用過那个我可以，那个我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嗯。耶、yeah, ！我是小哥哥，你最爱你，让小姐当时没有道理。OK，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 Miss Ocean 神话的现场。听说今天晚上他们有一个 party， 那我今天要实测的主题是，我想问这边的正妹，他们是否可以接受三门齐入以及多人混战呢 ？OK， 那在实测之前呢，艾里决定要先去 party 嗨一下，坐，好不好？我要先进去。嗨完再完成今天的工作 ，OK。你好，请问怎么称呼？亚葵。亚葵什么星座？天秤座。单身吗？单身。来，你是什么 cup？C cup。来，哎，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 ？Man， 粗犷大只。你是 Ocean 的公关？我是公关。那我问你问题，你有跟客人发生过这样的关系吗？没有，但有想。有想过？有想，但没有。你可以接受三门齐入吗？三门齐入、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嘴巴。眼跟就是那个，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你知道？也只有这三个都要放耳朵吗？那你过去有试过吗？都有啊。等一下，都有是同时还是分开？都有啊。你那时候跟几个人？一个。男生我只会跟一个。各种三个情侣，我说同时哦，同时哦。对啦。啊，我这一个啦，一个但一个晚上就是三，就是都嘴巴什么的都搞过。Okay. 那顺序是什么？一开始妹妹嘛，还是嘴？嘴。哦，嘴先，然后再来。然后就后来妹妹啊，但我最不喜欢嘴。哎，抽嘴巴就没感觉吗？哎，我怎么会爽？就是你先服务他嘛，先让他爽，然后他就让我爽，这样可以。那你捅他有擦什么都不好？没有，因为我够湿。屁啦！我够湿，然后我也用过你那个。里面很潮。超湿。然后比较爽吗？坐起来。香香的。有加分就对了。你知道怎么有加分？狗喝水的时候有加分。那妹妹跟喜欢你比较喜欢哪个？还是妹妹啦。那跟他差别差在哪？差别差在男生的表情，男生就是犯贱，你知道吗？怎样？他同时他就觉得很爽，我不知道在爽什么。但我们还好。我跟你讲，女生是什么爽，你知道吗？什么？你舔我屁眼的时候我会爽，你捅我的话的时候我不爽。那你会帮他舔吗？我会啊。互相。我超开的，我可以。如果有三个帅哥都是 man 的，他同时跟你就是一人负责一个门。你 OK 吗？这是我的梦想哎、欸，可以吗？你真的吗？哎、欸，我真的可以帮你找。你讲真的，我们这一集出去，我们真的会帮你找。你在这边发誓哦，我们会帮你配对哦，配对三个男生，你 OK？ 我会让粗鲁，我会让你撞我那個。对，我会让你选，但是你要同时一对三哦。可以啊，这什么问题？他到底有没有？对，你会不会这样？你会不会自己隔天醒来忘记自己讲？哎、欸，我们真的会配对，因为我们真的有帮之前有帮 AV 女优配过。真的、啊？对，我真的帮你找、哦。要高吗？还是不一定？不用，我要 man 的，把我撞到淤青也没关系，就撞我。OK， 好。OK， 六小雅开始说，要去找我这边。Hello，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Amy。Amy 什么星座？母羊。对，单身吗？不是。欸、有男朋友。来 ，Amy 是什么号 ？D。你过去有没有三门齐入过？只有两门，没有三门。来，哪两门？一嘴巴跟，但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不敢讲，这我试过、哦。对方有，你有试过？我跟初恋有试过一次，从后面，但我觉得太痛。没有润滑吗？有，可是还是很痛啊。我觉得一点都不爽。我家不懂是为什么男生要一边做一边用手弄。对，你们来说很爽。我跟你讲，我比较想问。我跟你讲，我解释一下，站在男生的立场，就是因为男生在做的时候，如果呢他手放进去会有满足他 S 的欲望，因为我是几 S，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会觉得我不仅征服了一个洞，还征服了两个，同时在做的时候，如果把手放进花里面，女生叫得更大声。痛呗。
当然就要大声。所以你，那你愿意尝试看看吗？我已经尝试过了，我不跟你说了。没有，就是润滑，如果润滑够的话，就是我就不行，塞那种就是比较情趣的，你知道有狐狸尾巴什么的，塞那种。你有用过？那个我可以，那个我可以接受，你可以接受。嗯，因为那个很短，也没什么。那个对男生来说是蛮性感的。哎、欸，你懂玩、欸？我觉得你也蛮懂玩。所以你过去有尝试过，但是你觉得太痛？我觉得太痛。我觉得不然就是我捅你捅我，那我好吗、欸？你可以互捅，互捅你 OK、啊。如果男生愿意让我捅他，那我给他弄吧，公平吗？因为你现在有男朋友吗？男朋友现在是会接受被捅的吗？他还蛮喜欢就是手的、欸，他是喜欢舔跟就是哎，可能手伸进去。欸、那你喜欢被舔的地方吗？我觉得还好、欸，没有很兴奋。是我觉得有的男生，像我男朋友就很兴奋，他可以马上射的那一种，就这样用，然后他舔他，他可以就是很兴奋。那我问你，如果假设你今天单身，如果同时有三个男生要跟你一起，你可以接受吗？是帅的、喔，都是帅的、喔。我觉得很难哎、欸，因为变我要服务他们。如果没有，你不用，你不用服务。好、啊，那当然好啊。如果你说三个，那我要服务他们，那我就不想。没有，不用，因为很累。你就躺在那边就。很累，舔一只已经很累了，还要舔三只。不用不用。OK， 那我选艾米的，可以直接到这边。Yeah， 我们万众期待的产品帮你们。生出来了！我们现在我弟很猛呢，每天都出货上百件哦。那这个东西呢，男生出来呢，保证可以提升你们床上的战斗力以及续航力哦。如果你有抽烟、喝酒、熬夜等等的不良行为，记得吃个准没错哦。这个东西呢，在恩爱前的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前吃就可以喽。女生吃也可以大大的提升床上的感受度哦，而且艾里跟你们说，这个东西呢不是药品，它是保健食品，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每天吃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哦。那这个东西呢，如果要购买了，记得直接到我们的虾皮卖场搜寻小哥艾里哦，因为跟你们说，开始有很多仿冒品出现了，大家千万不要买错哦！不要那么多废话，有那么多问题，艾里就是因为自己吃过，所以才觉得这东西很屌，才推荐给你们。不然你们以为我每天去人家家里通水管是通假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艾里的秘密武器，真心推荐给你们。Hello，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叫 Valley。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单身吗？我现在单身。你现在单身？你过去有没有三门齐入的经验？哦，没有，这个真的没有。同时没有。那有没有多人？没有。你不要黑屏。没有。你的多人是多少人才算多人？两个以上就算了，三个人。哦，那三个是我的极限。那三人是两个男生吗？没有，就是另外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我没有试过两男这件事情。两个女生不会很无聊吗？还好哎、欸，其实还好，因为我遇到那个女生，她刚好是比较属于 T 性，她比较喜欢女生。哦，所以你们会接吻那种？对。所以你女生 OK 哦？我没有喜欢女生。但对啊，为什么？那你为什么可以接跟女生接吻？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尝试，你才会比较懂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 like experience， you know。所以你那时候是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对。那个男生是外国人还是台湾人？台湾人。所以他帮你们两个服侍得很好。他怎么做？就是可能先一位，然后。对啊，那你不会无聊吗？如果他在跟另外一個。没有，因为他可能服务这一位的时间，我可能会帮那个女生做什么事情。我可能就是在亲那个女生，或者摸那个女生的 like boobies， you know， yeah。那两男一女。我没有试过两男一女。那我问你，那今天有三个男生，都是你的菜。OK， 对呀。他同时就是服务你，就是嘴巴、花跟妹妹三门、你可以接受吗？我不行。为什么？你三没有？你两女一男，为什么这不行？ Okay， 不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要有爱，我没办法同时对每个人都有爱。他们都爱你。不是我不爱、啊。他们都爱你。可是我没有爱，我需要有爱。爱是怎么建立的？就是可能喝酒醉就可以。没有，喝酒醉不行。OK， maybe 我今天喝酒，但是隔天我还要跟他们有联络、有聊天。对啊，这三个男他们会陪伴我。这三个男生都会陪伴你。我觉得我只能选一个，我不喜欢太多人。所以你不愿意尝试？我不太。那如果我假设有一天我帮你配对，你是 OK 吗？然后我们会拍成一个人，我觉得可以。要拍会拍成影片哦，我们会拍一个桥段，就是拍配对，就是我帮你找你要的对象，然后拍成影片。哦，这种可以，这种可以啊。对，这种可以。哇。太棒了，我们又找到一位了。OK， 那我想办了，可以找你，找我在这边。Hello，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是 Tina。单身吗？对。Tina， 我问你哦，你可以接受三门齐入吗？可以。
你可以接受？你是有过吗？我有过啊。同时吗？还是都试过？都试过。可以？为什么可以接受？因为大部分女生其实是好像有接受，就爽就好了。所以对方要求你就 OK 哦。对啊。你有润滑液吗？很少哎、欸，很少。你看不出来哎、欸，你看起来我很单纯是吗？对，你看起来很乖哎、欸。谢谢啊。所以那不会有痛过的经验？有啊，有痛过啊，第一次很痛。然后之后就不会了。对。但是都没有润滑液。没有。有啦，有时候会有一两次。到底有没有用啦？一两次有啦，有啦。哦，那有时候没有。有时候没有。为什么有时候没有？不知道。你可以接受多人吗？不行，一个人可以啊，就一对一这样可以吗？对，你现在单身吗？如果我帮你找三个人的菜，然后同时对，不行，为什么？因为就是觉得太花心。没有，他就只是做这件事情，然后跟花心无关了。都是帅的哦，都是那种哦，你看到就是会哦，就是那种。那还可以、啊。三个对你哦，然后你都不用动，你就躺在那边。无法接受。到一个位，到一个位，到一个位，哎呀，很烦呢、欸，不要还不要，这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跟一个，不行的点是，我蛮专一的。那如果只是做这件事情，不行，就这一个就好了。OK， 如果喜欢听哪，可以直接去找我在这边。Hello， 你好，请问怎么称呼？我叫空空。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在做 DJ 跟 dancer， 两个都有。单身吗？对。你是什么 club？大 C 小弟，空空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长相、外表？我靠感觉。要帅的吗？也不一定，要成熟的就好。你喜欢大叔型的？大叔也是可以接受啦，可是那种很像那种花美男韩系的，可能就先略过。你比如说我吗？我这种朋友就可能当朋友就好了。我想问一下空空、嗯，你可以接受三人骑驴？三个男生？对、欸、对啊，三个男生可以吗？那是不行的、啊。同时哦，不行，都是 man 的哦，没办法。那你可以接受就是轮流？轮流，嘴巴一定有嘛。嗯。然后妹妹一定有嘛。嗯、那还有？哦，那个我不行。为什么不行？我觉得那很不舒服，不行，哦、我会害怕。尝试过，但是不行。不行。所以以前有过，對有有被要求过，但是就是不行。那如果做一做，换捅进去了，会生气。你会生气？为什么会生气？不是，那真的不行啊，很痛哎、欸。你有过就对了。对，不行，完全不行。那多人可以吗？也不行，不行、啊。我们今天其实蛮多的来宾都有分享到，就是舔眼这件事情是会很爽的。你觉得呢？其实我蛮少这个事情的，真的很少啦。可是我会觉得那个好像没什么意义啊。有过吗？以前？我的印象中不太有。那你有帮对方舔过吗？没有啊，也没有，没有。这有什么好惊讶？对啊，这应该很多人没有吧？蛮多人没有的。真的吗？很正常吧。你很多次哦、喔。不是啊，我有遇过，没有，我有遇过，是因为有女生真的会做这件事，而且是真的是会蛮爽，不愿意尝试看看。嗯。那如果对方他就是可能灯光没气氛佳，他就是让你舔这样，是可以接受吗？我会跑掉吗？舔舔而已，你那边跑掉干嘛啊？不舒服就闪啊，不然嘞。如果你是舒服的话、欸，哎，现在没有办法感觉嘞，那很奇怪哎、欸。很奇怪啊、喔。OK， 如果喜欢空空的可以直接去找我在这边。耶、yeah, ！我是小哥哥，你最爱你。那小姐姐当时没有道理。跟大家结论一下，今天我们有真的有问到，就是有女生真的有亲身实战过三人。然后呢，目前问下来是真的有女生可以接受三门麒麟，然后大部分女生都是有尝试过的，只是没有同时。所以呢，之后艾里会派一个企划，就是帮他们配对，因为他们说 OK 嘛，希望他们酒醒之后不要后悔。好不好？那今天很开心呢，可以来到 Miss Ocean 神话。虽然说今天下着大雨，可是里面整个爆满，超多人，超嗨。OK， 那如果想要购买里面的长马卡，就我第二方记得看我下方链接，或者到我下面卖场以及来去逛摊去购买哦。因为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仿冒的厂商会去盗用我的图跟影片去卖一些不是我们正规商品，就是仿冒品给你们大家，记得不要买错。那如果你们怕买错了，就直接到我下面卖场搜去小哥哥爱你，就不会买错了。然后千万不要在脸书上面乱买，那些都不是我们卖的，好不好？超多仿冒品，大家记得，好不好？好啦，今天是时候在这边暂告一段落。那如果你们如果想要来台中酒吧，然后他们的酒吧超酷，有钢管秀跟 DJ， 我觉得复合式蛮屌的，可以来看一下，好不好啊？那我再给你们下次见，拜拜。今天很多人，对不对？今天超多人，超多人。你是老板，是干你什么事？哎哎、欸欸，他们柜台哎蛮、欸、可爱的、欸。好，我要下班了。拜。
不要了，想你耶。哎、欸、哎、欸，现在的每样都这样吗？哎、欸，想你耶，单身吗？没有哎、欸。干，那你在想我？